还给我一块睡，不合适吧？谁给你一块睡呀、啊？不合适吧？我从床上跪下来磕头叫人床。周三过来了吗？这周三？啊、哎呀，昨天早听的。可以可以，我等你啊。哎，周三就好。周三一天，周四、周五、周六、周日。可以可以。这家五天，这五天时间长啊。上一次搁这才待几天，待两三天就走了。这家待五天，可以。赶紧收拾收拾，哎，正好明天、后天两天。明儿下班回来我就走着，然后周三早上坐高铁去郑州找那。OK OK， 坐等啊，一个半小时就到。OK， 等你哦。你给谁视频的？谁要来咱家啊？美女，咋美女来咱家？开心不开心？多美的美女啊！你说是谁？我再决定看我开心不开心。老妈刚才跟我视频呢，说周三，这周三来咱家，还有两天都来了。这你开心不开心？哎，我刚把他的牙刷子扔了，他又来了。他来说一声啊，提前说啊。这不提前说了吗？提前两天说的，你明天出去去超市，你再给他买个牙刷不就行？谁让你忍得快到，还不让你忍。买牙刷还买啥？他现在都去买。想一想你呗。你再把你的床收拾收拾，换小床睡，俺俩睡大床。我先，啥？他跟我一块睡，不合适吧？谁跟你一块睡呀、啊？不合适吧？我让你到小床来睡，我，俺俩到睡大床。那你跟你睡，你这行李也没，你要是把给你裹出去吧。哦，我给你收拾。然后再，明天再去那边再买点牛羊肉，正好他来待好几天来，这家待五天来给咱家，可以吧？放心，我明天绝对安排到位，这都不是事啊。看那按耐不住的开心，有。看这扭动的身躯，大家猜猜他的心理活动是啥？